好可爱哦、喔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它是洞窟苦力怕哎、欸，啊它怎么掉一盒牛奶？这什么东西？嗨，哥哥在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我们就来实况我们的超时代魔法，耶、yeah! ！我们今天呢要来去玩我们的鸡鸡啊，不是，就是我们的攻击。我们这一次我想要做出更多种枪支，我们的枪支目前呢缺少了一个材料，就是我们的火药。对，我们没有太多的火药，所以我们这一集可能得外出。没错。我也要出门的，用我的脚出门，反正就是对到处去走走嘛，不要这整天都窝在家里面。对，就让我们去直接去亲近一下大自然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掉火药，它也算是苦力怕的一种，但是它是学 creeper 学苦力怕，但好像不会掉哈。它这种也是，好像可能只有原本的苦力怕才会掉。你看这很可爱，你看它就够追，可是它不会掉，好可怜哦，要不掉。完全不掉，真的是完全不掉。也许他们本来就只是个和平生物，而我却要去这样对他们。好好，什么声音？好坏、啊。好的，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下去，来看看这个地底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。哎呦，都是水，可以让我在这里探险。有没有鼓励帕？我觉得我应该去别，好懒得水，好恶心哦。我应该觉得我要去别的地方会比较好哎。什么叫做别的地方？因为毕竟这个模组包我们有曾经在调整过嘛，所以它可能多数的有一些结构啊，有些结构是并没有被生成的，所以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去远一点的地方，让去生成新的结构才对呢？为什么偏偏你们也都是绿的，但是都不是我要的？什么声音？哎呦哦，哦哦，荧光鱿鱼了，哦哦，小可爱，对，你也是苦力。好可爱哦、喔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它是洞窟苦力怕哎、欸，啊它怎么掉一盒牛奶？这什么东西？这盒什么？这盒也上？哎、欸，它掉火药了一个，它怎么捡？这什么东西？没办法捡啊，没办法捡，但是我捡到一个火药嘞、欸，哦，可爱，走。其实深的洞窟也是不错的嘛，也是不错的嘛。而且它多了这么多种苦，这里上哦，简单食物它是吃的，应该是鱿鱼干之类的。哦，有废矿，那代表什么？有礼物，那代表什么？有机会有火药，我要火药，嗯，哎、欸，有一个有能力的 ，Hello，Nice to meet you。它会掉医疗包哎、欸，哦，那是医疗包哦，好可爱哦。它为什么都会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？能力是中毒，会让对方中毒的东西。有火药，还有一个奇怪的原石跟两本看起来很厉害的书。先把一些没必要的东西都丢进去。两个火药，剩下三个了。哇，我好棒！我有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升到火药啊？要收集30个。哎、欸，钻石可以磨成火药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还有隐形哎、欸！我的天，我要当个隐形人了！再见了各位，我要让大家都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的长相，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的长相。就算来到2022年了，小白还是不露脸。没错，小白永远不露脸，他是一个谜，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、啊，木有人。可是我已经收集到6个火药了、欸，差不小一，不管他，把它敲掉。好硬哦，那算了，不挖了。它可以用坠石，那也就等于说我们去我们家附近那个坠石山，哎、欸，不小心按到，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生产火药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做火药之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大量的火药，然后就会有无限刮洗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吓到啊，它在我面前出现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这些都是我的耶。可是要怎么样才可以拿得到坠石啊？这样射一射会有机会吗？还是我要用连锁挖矿的方式？这算连锁挖矿吗？为什么没有效果？还是我直接这样子应该才是最有效果、最有几率的吧？为什么都没有？还是我把啊有了啦，有坠石啦，一个，我要好几个，我把蜘蛛山。
全部都夷为平地。两个，我记得他也可以做成赘食啊。我想一下怎么做。有啊，他用那个磨粉机又变赘食啊，所以其实只要挖26个，再挖个几个就可以了。27、28，怎么好像有破坏到，但是他都没有给我收起来呢。29个够吗？好像不太够了。对啊，他好像有吸，但是不知道什么，好像不一定会拿得到。31个够 ，Let go，Let go，Let go， 我们回家。粉碎机是哪一台？你嘛？哦哦哦哦哦，好了，有在操作了，我们就稍等他一下，把他帮我们把所有的火药机做完。好的好的，31个啊，我的小鸡鸡嘞，我的小鸡鸡，几家啦？OK， 来。转换吧，11、13、15、16、18。哎，干嘛嘞？涂到地板上了啦。哎、欸，不是哦。6、7、8。Yeah，Creeper 机。我为什么觉得好像遇到他会有点应该害怕一样的感觉？就是他好像会，就是对你们知道，就是鸡嘛这种东西，就是容易对。就是感觉很像，你只要接近它会爆炸，我们应该远离它一点之类的。我们在这边帮它盖一个新家吧，放一片玻璃。好了，这样子看一下 ，OK。然后剩下的材料一样是可以继续留到下一只，我们就期待下一只是什么鸡吧。火药鸡交给你了，其实看起来还蛮可爱的，它有点像是那个狗狗的脸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很像一只狗狗的脸，这样很可爱。我们等它继续帮我们铲我们的火药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我们的其他支枪械了。二月，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开始动手准备我们的精致储存了。我想想看，我们精致储存首先需要什么东西？精致储存的第一项材料比较麻烦，是需要用到石英。然后我们也会有，不是英叶，我们也有石英机。所以这样听也真的很奇怪，石英的机，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来做一只石英机。我们可以先把我们要的那些材料都先把它做成机，对，我们都先把它大部分都做成机。我们没有石英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们没有石英，我们从来没有养过石英鸡这种东西。我记得是没有，这边是铁跟金，对，跟木头，对。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材料在这。OK， 那我们先来抓一只鸡，然后让它强制成长。我们其实应该也没什么强制成长的方法。耶、yeah ！然后就请你给我进去了。好了，我们就等它自己长大吧。那长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养石英了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就先来扩充一下我们这边的那个空间好了。因为有冰的关系，所以从这里扩充过去，其实应该都算还蛮，应该不会有水掉下来吧？哦，看起来是快要有水掉下来。哦，前面有水哦，前面开始有水哦。呵呵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会有鸡受伤？哪边的鸡？楼下的鸡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这里有哎、欸，不对，这里不是哎、欸，什么鸡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刚刚听到鸡的声音，但是好像不是在这边。嗯，不知道，I don't know。OK， 增加空间，从这里新增了几个新的养鸡的位置，那我们就等我们的石英鸡长大，我们就可以来养它。它还没有长大。还是我们给它加种子会加快一点？不会耶、欸！啊，它的、欸、生长时间有变？哎、欸、有，好像有加速，好像有加速。我们多给它点种子，再25个。哦，完了，越玩越卡了。啊，有啦，有加速，有加速。再多喂一点。哒哒啊，没有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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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。5、4、3、2、1，就出来哦，小朋友。对，鸡要为什么才会变强啊 ？OK， 过来，我的石英鸡已获得。我们刚其实都没有啊，等一下忘记拿玻璃。噔噔噔噔噔，
石英鸡，石英鸡，石英小鸡鸡，石英鸡，石英，哎、欸，好漂亮哦！你看起来好奇怪哦，快过来。OK， 好了，石英鸡，这样子我们就有东西了。对，直接略过。我看一下还需要什么？荧光石粉，我们需要大量的荧光石粉。那我们有荧光石鸡吗？看起来应该是没有，但我们也不需要。还有什么很重要的？看一下哦。进阶处理器嘛，是这个啊，对对对，需要那个黏黏的东西，史莱姆球 ，Honey Space Bottle， 史莱姆球可以用鸡，有史莱姆鸡，哎，真的有史莱姆鸡，史莱姆球。那除了史莱姆鸡，我还可以做，我可以从哪个地方生出来？地牢也会给，或者是直接去打史莱姆，或者是离心机用史莱姆蜂巢也是可以，但是需要抓史莱姆。循环模组的离心机好像也是可以，但史莱姆球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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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我们就是去那个对啊，史莱姆球哦，从来就没有史莱姆球内 ，Disga 没有史莱姆球内 ，Disga 嘎嘎嘎嘎，史莱姆哦，史莱姆球哦，我们的史莱姆其实还可以用别的另外的模组来创造，它的概念有点像是我们去收集史莱姆的基因，然后把它的基因呢做成机器，之后它就可以一直为我们生产史莱姆球，那我们就会有史莱姆球了。对，或者是另外一种方法，我们可以用史莱姆球，然后收集30个来做史莱姆鸡。但是我们下次用基因的方式来取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下次用基因的方式来取，这个概念有点复杂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反正模组嘛就是好玩，那个模组就是好玩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那我们下次来去挑战看看，来用基因抽取，我们来把史莱姆的基因变成我们的无限生产装置。这样子的话，应该大家就比较听得懂了啊。OK 啦，好的，那么就这样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